姨们好呀，花花，我今天有点不开心心，就是七月份过生日，小熊熊那个视频里没有花花照片。那天人家明明打扮得很漂亮，本来和弟弟一起开开心心，最后都没有人家。哎，姐姐干嘛躲在后面？弟弟，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受欢迎，不想被看到，你挡住我，保护我。哎，姐姐，你超可爱的，别因为生日视频的事难过。哼，荷叶找他们理论去。别去，我怕连累你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蒙兰哥。我家小胖花这回真是委屈了。姐姐心里很难过，我要去给姐姐出口气。你别激动，叶子，你只是一个小熊熊。我不管，我要有什么不测，帮我照顾好姐姐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我这都关起来的，我咋去照顾花花呀？我心一绝，要做一个大写的熊。哎呀，我的老天啊！就此别过，蓝哥。叶弟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怎么挂了？哎呀，愁死熊了，这是打算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吗？啊，荷叶来也，熊族绝技。